英国殖民统治期间马来西亚的高地，因为它的凉爽气候而受到认可。英国人在高海拔地方建立了山地避暑胜地，以避开热带的炎热。这些地区亦都用来种植需要凉爽气候的作物。马来西亚独立后，高地地区逐渐发展成为旅游胜地。自然美景和凉爽气温的地区对国内外游客都非常有吸引力。Comer Tropical 熱帶度假村是一個法國主題的度假勝地，仿照法國阿爾薩斯的小鎮科爾馬建造。這個度假村將一片歐洲魅力帶到了東南亞。度假村複製了科爾馬的中世紀建築風格，配有鵝蛋石街道、色彩斑斓的木行架建築，还有一个迷人的村庄广场。由于处于高海拔位置，气候凉爽，天气比低海拔的地方更凉爽，特别是在夜晚。被茂密的热带雨林包围，度假村提供了令人惊叹的景色。科尔马热带度假村的开发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。这间度假村在2000年正式向公众开放。
蔭葉猴具有獨特的外觀，深灰色的毛和眼周圍的白圈，啱啱出世時有鮮亮的橙色毛髮，隨著它們的成長，毛色會逐漸變成成年蔭葉猴的顏色。鮮橙色被認為有助於成年蔭葉猴追蹤它們，並確保它們得到充分的照顧，主要食樹葉、水果、種子和花。日本村建設開始於1990年代後期，該項目與日本的建築工程師和工匠合作，以確保設計和施工的真實性。用於建設的材料包括傳統的日本建築材料，都是從日本入口。在建造茶室、日式房屋等方面所涉及的工藝精湛，而其他結構都嚴格遵循傳統日本工藝技術來建造。日本村於21世紀初正式對公眾開放，